来，那个是什么？眼镜。好啦，我跟你说，有没有玩？有没有玩？我俩这个男朋友是情趣。好啦，好，我是阿伦。在录音频道，你好，谁又是上米的？耶，我们今天要来玩的就是圣诞节之交换礼物。对，我们刚才非常的没有默契，我们已经录了第三次了，还是没有默契。好的，我们呢，今天的圣诞节交换礼物的企划呢，就是我们要在宏大三十分钟内限时哦，限时三十分钟内要挑到最好的礼物，还有最烂傻眼的，对，最傻眼，最傻眼，最傻眼，最烂。送这个的话，我会傻眼，为什么？最有创意的，最有创意的礼物，真的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有没有一个定价？3万，三万吗？好的，好，3万，3万 ，OK。但是呢，如果有人想要买比3万更好一点点的，当然也没有关系，反正我们就是至少一定要3万这样子。对，对，我们乐意接收。然后如果是最有创意最烂的礼物嘞，一万以下完全没有问题。那最重要的还是要最傻眼的，对，价钱不重要，价钱不重要，傻眼，傻眼又要有创意哦。OK， 但是等一下，我们刚刚有讨论到说有惩罚，请问惩罚规则是什么？第一个是最烂，然后第二个是烂中之烂，反正要选两个最烂的，对不对？对 ，OK， 那两个人就要请大家喝饮料，请大家喝老茶，会赢会赢，我一定会赢啊。分钟后我们再在1号出口见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们呢各自去买了什么东西的话呢，就请点下方，赶快去看其他人买些什么东西吧。好，那就这样子，3、2、1，冲！他们都走光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好礼物哟。他们已经不知道走去哪里了。有老板，现在是2:27，我们等一下3点要在1号出口集合，然后大家都已经出发了，我好紧张，我现在也要赶快出发了 ，Go！ 然后今天下雨，我觉得很麻烦，因为我一手要拿伞，一手要拿相机，又很怕相机淋湿。这次的交换礼物呢，定价是在3万块，那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对象有男有女，如果全部都是女生的话，可能就比较好处理，比如化妆品啊什么的，很好买，但是有男生就会觉得要买一个比较都可以用的东西，所以我昨天有稍微做了功课，会往可能运动啊、3C， 然后生活用品这些来找。然后我也有稍微锁定几个店家，我现在就要出发。天气很冷又下雨，非常的讨厌。好，待会见啦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在捷运地下街，因为我刚刚已经想好我要送的最烂的礼物是什么了。然后呢，刚刚搭捷运过来的时候有看到这边有在卖，所以赶快跟我去看一下我要选什么礼物吧。这个呢，就是我想好要送的最烂的礼物，它是充电线。大家收到充电线是会觉得很傻眼，但我觉得它非常的实用，因为它是多头的，就是你有 Type C， 还有安卓系统啊，还有 iPhone 的。这个为什么会想到呢？因为大家都是 YouTuber 嘛，就可能会需要同时充手机跟相机的时候，然后出去的时候，如果大家都不是同品牌的手机啊，有一条这个就会非常的实用。所以这个虽然收到的时候非常傻眼，不过我觉得应该算是实用的礼物，应该不会被列为最烂的吧。然后它有这种很可爱的莱恩，不过我想说收到这个太可爱了，不行，我要送那种包装很阳春版本才够傻眼。好，就决定买它了。AirPods 的衣服，看到它就觉得好难过，想起我弄丢的 AirPods。 这个才19900，有吊饰的，然后没有吊饰的，其实都还蛮便宜的。我觉得如果送这个太便宜，而且我也不确定大家是不是都有 AirPods 吧，这个就 pass。 安迪，我不知道吧。在 Kakao Friends， 刚刚还巧遇雪雪，看来大家想的东西都一样，虽然我不知道他买什么。好，大家看，现在有圣诞节系列，真的超级可爱的。然后我已经有锁定一些东西当做礼物，赶快来去挑挑看。那个是35000，然后这里有49000，好贵哦，可是好可爱哦。我想一下，
我找到我想买的了，就是这个行动电源。不过它这个是6000的，要42000，有一点超出我的预算。然后我有找到一个比较便宜的这个，因为有男生有女生，就只能选 Ryan 比较中性一点。但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耶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可爱，还是就买它，又可爱，然后好啦，42000好像也不会说太贵，还是我就买它呢。我也好想要 Peach， 我想一下。然后现在2:50了，我好像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继续思考了，我就买它好了，就它吧，当当。因为大家都是 YouTuber 嘛，所以可能都会带着笔电去咖啡厅或是外面剪片，所以我今天有预计要买的一个礼物，其中一个就是笔电包。但据我所知，除了 Shishi 之外，其他人好像都是用13寸的，这个只有15寸的，很可惜，不然它价钱39000也不会说太贵。那另外一款呢，带大家去看一下，这款它就有13寸的，不过大家有没有记得，这个在阿元之前明东信用卡的影片里面 ，Cat 有买一款这个。所以如果买了很怕是他抽到，所以笔电包看来是没有办法买的，所以我还是决定买这个当我们的交换礼物。好，我现在要去结账咯，已经快要3点了，我现在很紧张，排队人潮好多，怎么办，很担心哦，赶快赶快，巴力巴力耶、yeah， 我买完了，现在是55分，我要赶快去1号出口集合了，我要开始奔跑了，离集合时间越来越近了，大家我们待会见啦。买好了吗？买好了。走吧，上楼吧。哎，你什么都没有的？因为我藏起来了啊。好小哦。可是诚意十足哦。我的超有诚意的。好，那我要抽你的哦。你看，好酷。耶、yeah ，我们回来了。大家礼物应该都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，非常好。刚才谁最慢？阿伦哥。对，我们就是精挑细选。OK， 好，精挑细选。刚才我们花了很多等待的时间，就希望待会你们的礼物就不要做太烂哦。真的，对，不然待会的话，老虎堂就你们请客喽。耶、yeah! ！OK， 谢谢阿伦。我相信我的礼物你们应该会喜欢。你确定吗？那当然，我的礼物你们也会喜欢。那这样说说呢？我跟你说，我的礼物绝对是一级棒。他要摆回一层啦。那 Ken 呢？我的礼物我觉得你们家应该没有。就应该还没买到，好，但是你们应该会用，我觉得。OK， 我觉得我的礼物大家都想尝试，但没有人敢进去买。哦，好了，跟赖的都在同一间买，对。Oh my god！ 不要讲，因为网友大家也不知道，因为刚才里面不能拍，一下就知道了。不能说，不能说，说没有我往怪怪的地方想。总之，因为网友也不知道我们刚刚到底买了哪些东西， 对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要来抽签，要来抽签。好，然后抽签的话，我们就是用自己的相机拍喽。好，对对，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我们就是抽到了谁的东西，或者是谁买什么东西的话呢，一定要去看其他人的影片才会知道。来哦，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抽签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是最烂的。好，来，先给你们抽，3、2、1。啊！然后如果抽到自己的呢，就丢回去。这是好还是坏？这是烂的，这是烂的。哎、欸，我抽到我好重抽，要照原本的方法折回去。好了，重抽一次好了，重抽一次好了。我抽到同一个人，两次都是。哎、欸，我也是抽到同一个人哎、欸。哦、oh, ，OK 了，好好好。那我们现在说我们抽到谁的？好，3、2、1，阿伦。你抽到我的哦，你抽阿伦，我抽到你了，抽到我的，烂的吗？嗯。OK， 现在有点觉得对不起是不是，没关系啊，实在是烂的，好，然后呢，再是好的，然后待会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我们就是抽到了谁的礼物，他们在准备什么样的礼物的话，就去看他们的频道了。来，这是好的，好紧张，好紧张哦，我没有，哎，我抽到我自己，哎，我抽到自己，哎，果然是我真的很想要的东西，好，那再回去，我想要试试的，好来。我两次抽到一样的人，我又是我哎、欸，我又是你，你又是你，再回去，再回去，再回去，好好好，对不起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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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来，好。哎、欸，又是我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重抽啦，重抽啦！哇，好礼物纠结，好来，果然是好礼物，果然是好礼物，真的。我抽到我自己啦，再回去，又是我自己，好烦啊！你这一张先拿过来，好奇怪，为什么第4次？来。
不能看，我没有看。OK， 来一二三，公布自己抽到谁的，一二三，阿元，我是Sasha。OK， 好，所以最好跟最烂的现在都已经出炉了，那这样我们就开始各自拍咯。好 ，OK， 好，耶！我刚刚抽到坏的礼物是阿元的，好的是 Cat， 这真的是 Lush 吗？好像不是，好像不是。先开坏的，好，我先开坏的。哦，我的老天啊！我跟你讲。这里面呢有一个坏的，然后因为我刚才去买东西，然后就是费用刚好有超过那个预算，所以呢它就有一个赠品，所以等于这里面是有两个东西。哇，对，不过它还是个烂礼物，但它还是个烂礼物。我必须先讲，莉安，你现在是单身吗？对啊。好，那我希望这个东西就是你以后可以跟你的男友一起使用，或者是你可以跟其他朋友在玩的时候一起玩也可以。是什么啦？好紧张哦。好，我开，这个东西很有创意。那什么？这个东西是赠品，但其实我不太知道是什么。那个是什么？眼镜。好啦，哎呀，我跟朋友怎么玩怎么玩了？我说你平时跟朋友怎么玩这种的？没有，没有，这跟男朋友是情趣。没有。哇。是跟男朋友一起玩，就是他今晚甩到什么就玩什么动作。很想是。但说真的，假如如果今天是有对象的人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玩，因为你知道，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，也会没有情趣，所以就偶尔还是要有点情趣的东西。那赠品是什么？这是那个套在那边的那个。套在哪里？套在男生那个，最好不能露出。然后我决定把这赠品免费送给我们家 Cat 男朋友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开箱我的好礼物了。等一下，我怕你太期待。哎，等一下啦，但是刚才莉安还没有讲她的感想，感想就是有点难过，因为我用不到啊。那假如如果今天用得到的话，爽爽，也是蛮爽的，还可以吧。如果有对象的话，好像可以试一下。是啊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已经什么年纪了，还在那边给我 gay 鬼 gay 怪。好啦好啦，换下一位，快点 Cat。压力好大，是不是？应该说，我觉得不应该让瑟瑟先开他的礼物。对啊，开完之后大家超真的不是啦，等等。哇，三十三 C 吗？也不是，是一个帽子哎，可以啦。照顾你的，有啦有啦，给大家看一下 O I O I 的，毛茸茸的，真的，对，因为韩国最近就是毛茸茸的，而且这个你不要的话可以拆耶，真的，嗯，对对对对，哦，好适合你哦，太好了，耶，你真的喜欢，我想好，头发好乱，好，对不起，赶快戴上去，赶快戴上去，耶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那如果你想看我送什么礼物给其他人，然后谁抽到我的礼物，赶快去大家的频道。希望你们喜欢这支影片，喜欢的话就帮我影片上一个喜欢，也要来订阅我们娜娜的频道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 ！Merry Christmas！ Kate 很需要伞 ，Kate 你赶快伞一下啦！怎么会有人去买这个东西？根本就是为难大家。这什么啦？这不错，但是收到会怎么样？会兴奋啊？不会，我不会兴奋。对啊，原因抽到这个会兴奋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身为水瓶座的女生，你抽到这个，你应该会觉得很有创意吧？马上水瓶座人跑来骂你。来，sorry， 停，这边剪掉。sorry， 大家不想看到的而已，摸。